这是一款柴油管道输送机，这个机器呢可以疏通下水道，也可以接枪清洗路面，两用啊，多功能使用。里面呢可以疏通那个波纹管道啊，300的、600的都可以疏通，300的也可以，10公分、20公分也可以，都可以。这是卷管架配50米的管，啊，机器是电启动，这个呢配的是进口的 AR 泵头，过来看一下来，进口的 AR 泵头啊，品牌货，柴油双缸的动力，来电启动，不用电，直接在户外工作，来启动看一下。专业疏通下水道，发了发了，把它全湿了，我靠！来看这里，我们今天呢用高压清洗机，我们来打一下这个石头，这是一个水泥。啊，我们看一下用高压水能不能把它打爆，管子枪全部接好了，机器是一款汽油动力的高压清洗机，不用插电，压力可以达到500公斤，啊，来我们启动，看一下这个效果，打吧。速度非常快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，过来看一下，直接就打了一个洞，效果非常好。对于说除水泥啊、打腻子粉啊、清洗一些特别难。